这个测试可以等我们知道自己的肌力和平衡力。首先在地上铺上软垫，侧紧要有人看着。我们做测试的时候不穿鞋不穿袜，交叉双脚慢慢坐低，十分满分，用身体任何部分帮手就会扣一分的了。坐低的时候，如果周身喐扣半分。再次站起身，计分方法和坐低的时候一样。又是时候计下总分了。如果你的总分是少过八分的话，咁就要考虑做多啲运动啦。据讲跳舞咧系最全面嘅运动。跳舞嗰阵时，身体随住音乐摆动，锻炼肌肉关节之余，仲能够激活大脑噶。